粗犷的长相、蓬松爆炸头，还戴着眼镜的厚唇大叔。再仔细看，这位大叔的名字竟标着黄鹿子音露露。露露到底发生什么事啦？露露近日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在马来西亚 KTV 中附的大头照，惊现 man 味十足的大叔让他哭笑不得，直呼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在马来西亚的 KTV 会是这张照片，笑翻不少网友。一人好友一忍不住，连好趴的陈盼点也留言笑到摔下椅子。其中有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网友提出证据，表示一般没有资料照片的都会随机放，对比一下正版露露真的看一次笑一次呢。大家觉得这位大叔跟露露有几分像呢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